下面我们有请一位小小笛的小演奏者跟我一起上台。多多请上台。你手里用的什么乐器？小小笛。小小笛。那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曲子？金蛇狂舞。金蛇狂舞。啊，之前我的音乐会会邀请也有小朋友一起演奏，但是都是相对比较慢的曲子。那今天这首曲子呢，是会快一些，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应该知道了，金蛇狂舞。好，哎，你用什么音色啊？竹笛。竹笛。那我用什么音色啊？唢呐是吧？好，我调成唢呐啊。好，准备好的话就告诉我。轻松的去驾驭。